大家好，今天是早上1月12号早上，欧洲中部时间早上8:26。我现在在这个车站叫什么啊，叫这个我不知道怎么念，我不会，我一个德语都不会，就这个东西。然后我其实还打电话玩了那个，我坐的 S1 线呢，我从酒店坐 S1 线到慕尼黑机场，一开始坐错了方向，坐反了，然后坐了一站下来又这个往回坐，但是往回坐的时候呢，我并不知道德国这个 S1 线呢，它其实即使是一个方向，它也有两个终点，就在这个 Neuffahan， 我们就这么念吧，就在这站。它分岔了，有一岔去了慕尼黑机场，另一岔去了一个不知道什么的地方。然后我就非常倒霉，坐的是不知道去什么地方的这个内岔。然后现在看了一下时间，现在就是8:27，飞机九点起飞，关门估计是8:40-50的事儿。我算了算，我觉得我是不可能赶过去了。于是我觉得我决定多花点钱。这个直接买最贵的汉莎航空公司可能要300-400欧元的那个去柏林机票，我实在是不想折腾了。现在这个赔了夫人又折兵，大巴车已经误了，这一趟飞机估计也赶不上。我现在要去对面站台坐那个正确的那一岔的这个火车了。然后刚才在地铁上拍的是这个慕尼黑，就那个不知道叫什么地方的，走错那一岔的这个雪原上的日出，非常非常震撼，真的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，这是一个好消息。第二个好消息，如果我坐汉莎航空公司最贵的直飞柏林的飞机，我还可以看晚上在 Philharmonic Berlin 的巴托克的 The Wooden Prince 这场音乐会，还是挺好的。好的，我现在不能墨迹了，我要想办法过去。其实横跨铁路也没什么，现在也没车，但是我作为一个外国人，违反他们的法律应该不是一件好事。现在我不说了，太冷了。祝大家有一个美好的早上。